记者吴梦伦台北报道，女星小珍胡盈珍过去因罹患多囊性卵巢而爆肥，而她极度饮食控制及运动，成功产肉37公斤，惊人毅力令人敬佩。近来她至美国旅游，今日11PO 出一张自拍照，似乎又变瘦的模样让网友惊艳不已。只见照片中小珍戴上墨镜，身穿灰色无袖上衣，悠肩享受驻日光浴，由上往下的俯拍视角让她的尖下巴更为明显，皮肤看起来也相当滑嫩。最引人注目的是她既纤细又紧实的手臂，毫无赘肉的模样十分吸睛。网友们都认为她似乎比先前又小了一号，大赞她看起来像国际名模，直呼不去走秀太可惜了，那手臂要逼死谁。更有人表示她撞脸刘雨柔，笑说雨柔再装就不像了。小珍成功甩肉。翻摄自小珍脸书，小珍似乎又小了一号。翻摄自小珍脸书，小珍被认为撞脸刘雨柔。翻摄自小珍脸书，